规矩。这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有急事儿。屁急事！有什么急事比我打鬼子还急啊？女婿，我刚才在女婿屋里看到一样东西。啥东西？我也说不上来名字，但是我怕那不是好事儿。你要上去打仗，我不敢不来呀。你不是一直怀疑梁飞虎的死是有自己人走漏了消息吗？哼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怀疑啊？你是从来不在家里说军政要事，可是我李淡云跟了你40年，我还猜不出你的心事。你早不把我休了。不要再说废话了，说，那个东西啥样？怎么说呢？给我来。起立起立，都出去。进来。看看有没有你说的那样东西。就是他，没有看错，错不了，肯定。兔崽子，行啊，淡云，没白跟我几十年，好样的。记住了，回去以后一句话都不要说。就跟没发生什么事儿一样，辛苦了，回去吧。司令，第二次去保定的人回来了，学校里还是找不着档案。不过据学校的老人回忆，那一期学院里面就没个姓景的。正是。一群废物，还不如个大奶奶呢。李丹玉今天已经把案破了。司令，您说怎么办？您下命令吧。不急，好歹是我女婿，我得让他多活几天。不服老不行啊，漱个口都把牙漱掉了。哎，丫头，你刚才说司令啥时候去前线？今天可能就要离开家了。快着，扶我送送他去。别了，老太太，我把司令给您请来吧。不行，我送送他，我送了送他。儿子，儿子，哎哎哎，儿子在这儿呢。哎呦，红娘，儿子就怕你落泪没去给您叩头，怎么还赶过来了？我刚才漱口的时候，掉了一颗牙。这颗牙你得戴上，你要不戴上，我这心里不踏实。这是怎么揍老太太呢？这拢共还剩几颗牙呀？别骂他们，岁数大了掉颗牙正常。还好掉的是里边的，
门口这几个站岗的老绷着的。哎，那就好。下去。岁数大了，掉牙不吉利。这次出门一定得加小心。还是那句话，不行死我前头。娘哎，儿子记住了，站好喽，儿子给您叩一头。哎呀，让儿子给你叩一个头。踏踏实实的待着，儿子走了。立正！好好照顾你媳妇儿，生孩子在赵家那是大事儿。放心吧，司令，我会教好栓子的。胖丫回来跟他说，兵荒马乱的，不许再乱跑了。他那个眼神不识货。是司令，您多加小心。娘，我们走了。大娘保重。我在这山上住了十年啊，那十年可真是快活。哎，要是在十年前，你们早就没命了。这山上百十号弟兄，个个都是好枪法。五娘，你得尽快带我们去找你说的那个地方啊。佐藤的脾气不好，激怒他对你没好处。那些弟兄们早就死了，被赵元庚公报私仇，卖给小日本了。大日本帝国的军队马上就要把整个中国都占领，反抗人人都得死。你是中国人，早就不是了。这个也能变？能。在你身上怎么一点也看不到胖丫的影子了？我叫赵嫣然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讨厌大胖丫。就因为我是个女儿，我娘在这个家里都抬不起头来。赵元庚什么时候把我当他亲闺女了？我娘可是大家闺秀，可在那个家里，连你这个盗墓贼的闺女都不如。就因为你能生儿子。你要干嘛？你要真知道宝贝在哪儿，马上带我们去找，一分钟也不能耽误。好，我带你去找。你这孩子脾气秉性一点也不像你娘。Thank you.
浪费你们的子弹了。自打上了你们的车，我就明白，我是甩不开你们的了。这些天，我好吃好喝的，挺快活。但跟你们日本鬼子在一起，我活着还不如死了。你，假日本鬼子，你们老赵家祖坟埋错了地方，生了你这么个混账闺女。胖丫儿，看着你小时候跟我的情分，我提醒你一句，赶快跑吧！中国老百姓是不会放过汉奸的。告诉你爹赵元庚，他害死抗日将领，害死老虎山百十号弟兄，他不得好死！什么？那好像是个人儿，快看看，在哪？在哪？在那，那不，那不哪儿？那头发怎么梳叉呢？哎，是他梨花婶儿，快去找两会爬山的后生来，没直接落在地上啊，兴许还能活。哎，快去，快去。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这人可是活不了了。八成这五脏六腑都碎了，快，赶紧想办法联系冯先生，他一直派人在找梨花婶呢。快去吧啊！好。哎，咱试试啊，看着能不能给他留点水喝。哎，快。好。又回来找我，还这种态度。嫣然，你是个聪明丫头，不是我这个当表叔的说你。大半年了，大半年的时间都让你给耽误了。行行行，听你的，以后都听你的。你说吧，按你的路，怎么样可以尽快的找到鸳鸯枕？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我需要一点时间。你还需要时间？大日本帝国的军队马上就要把这里占领了，你还要拖到什么时候？快了。但是我话要说在前头，为了得到鸳鸯枕，我付出的比预想的要多得多。张杰，我已经给你涨过一次价钱了，可是你不听我的话，带着一大群人四处去挖，弄得谁都知道你们想要鸳鸯枕。我告诉你，由于你们的冒失，鸳鸯枕在市面上的价格涨了5倍。张吉安，你太黑了点吧。哎呀，你要是不愿意再合作下去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反正很多洋人也看中这件宝贝。哦，我要提醒你，你应该叫我表叔，而不是直呼我的名字。你是大家闺秀，要懂礼貌。奶奶，求你了，再赏我一个镯子吧。
你小子倒是知道疼媳妇儿。那是啊，那谁的媳妇儿谁不疼啊？您孙媳妇儿都怀孕了，我爹都说了，说她是咱家功臣。那也不能太惯着，不能惯着。哎，对了，你媳妇儿进门的时候，我没赏她镯子吗？赏了。啊？可她没戴，我估计八成是不喜欢。这不才求奶奶再给一个镯子吗？嗯。哦，奶奶，我要绿的，越绿越好。你小子倒是识货，你娘教你的吧？我娘才不教我这个呢，三娘告诉我的。嗯，不教你点好，甭听他瞎咧咧。不听。奶奶，我要个绿的。老太太，张子阳来看您了。叫他进来。是，没事，不是外人，你就在这儿待着啊。姑姑，张吉安给您请安。您老人家一向可好啊？好，有了孙子，一天比一天精神。恭喜姑姑。少爷当得不错呀，嗯，净顾着吃喝玩乐了。答应我的事儿办了没有？那也得一天一天来啊。那死老太婆，表面上说特在意我，抠门的呢。啊，就这么个破镯子，问他要过来费了好大劲。这不是一般的镯子。爱惜点。有啥不一般的？我再说一遍，要想长久的荣华富贵，就得早点拿到那样东西。银票我已经给你开好了，到时候你可以带着你娘、你媳妇儿去西安、去上海，都可以。这个地方好是好啊，待不长了。啥？为啥待不长了？司令去打仗了，你不知道？知道，今天早上走的。万一有去无回呢？日本要来了，这里将变成一片废墟。日本人杀人不眨眼，哎，抓紧点儿。你说什么？前面是个三岔路口，咱们走哪边？问景三，作战方案是他制定的。是。沿此路方向向前直走，见岔路直走。明白。等等，你说走哪条路？报告司令，向前直走，见岔路直走。还有多远？距离黄村还有60里地。听见了，还有60里。
哎呀，这路颠得我腰酸背痛的。嗯，通知部队原地待命。原地待命！景三，走，陪我下去走走。是。景三，到。你刚才说走哪条路？报告司令，岔路左转距黄村60里地。你嚷嚷什么呢？作战方案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，你这一嚷嚷，我都全都听见了。是。说，你指的这条路上埋伏了小日本多少个大队？司令，您这是说笑话吧？你看我这样，想说笑话？说，前面埋伏了多少个大队？岳父，王八蛋！王八蛋！说呀！岳父大人，你肯定是误会我了，岳父大人。你肯定是误会我了，岳父大人。你以为老子是猪啊？嗯，你他妈以为老子是猪啊？你以为我是猪啊？你个王八蛋！王八蛋！小四，到，去，把东西给我拿来，把东西拿过来。睁开你的狗眼给我看看，这东西你收吧。啊？你个王八蛋，在我的家里你卖国通敌，你辱没了我老赵的祖宗！你杀了我吧！老子现在杀了你太便宜了！弟兄们！赵元庚的家里出了一个内奸，我对不起你们，也对不起死去的梁文虎兄弟。就因为这个内奸，飞虎兄弟的部队全军覆没了，我赵元庚该当死罪。但是现在大敌当前，老子不能死，我得找小日本讨还血债。这个王八蛋怎么办？现在就应该开了他的膛，破了他的毒。我一想太便宜他了，老子得拎着他的脑袋给梁飞虎去祭祀。小子，到，那匹马给我拖过去。是。弟兄们，今天我带你们出来，就是和小鬼子决一死战。前方那几个小鬼子不灭了他，绝不收兵。站住！说，胖丫知道不知道你是汉奸？不说。哦，老子让你多活两天。如果有一天我知道胖丫也是汉奸，我连他一起杀！呀！看清楚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上，就在这条路上，小鬼子至少布置了有两个大队，要想吃掉他，悄悄地迂回到后面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可是司令，我们的兵力有限，这样子会拉张战线，不容易全身而退的。老子又没想退，这个时候谁给我装凶，我当场毙了他。听着，我带着突击队冲在最前面这个位置。
这怎么使的？司令，让兄弟去吧。去，谁别给我争。你们率领各部，按照指定位置，迅速进入阵地。明天早上7点，警长到，以你的炮声为号。是。听到炮声以后，给我猛打猛冲，告诉弟兄们，谁也不许装穷，让小日本尝尝咱们中国军人的厉害。明白了？明白。刘大，鬼子都在动，什么这个大队那个大队，都剁成一锅粥了。骰子，哟，研究作战计划呢。骰子，都知道了。骰子叔叔，我们都觉得这个小日本是在布置口袋阵，我爹梁飞虎就是被他们这么包围的。孩子，得先把这个消息啊散布出去。你免得哪个将军啊再中了这个小日本的计。来不及了，柳叔，按照这个架势，今天夜里不打，明天也得打。刘大，你是大队长，你说吧，这个时候咱们得干啥？俺们听爷你说吧。好，咱们就盯着这只乌龟大队。那是龟田大队，龟田大队啊，对，龟田大队，你蹲下。哎，翻译官不都说了吗？我爹梁飞虎就是死在这支龟田大队的手里，咱们就盯着他，得空就下手。好，你又要行动了？啊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冯政委让我告诉你有你娘的消息了。什么？我娘在哪儿？好像是在老虎山。老虎山？冯政委已经带医生过去了。医生？我娘怎么了？听说是受了伤。伤成什么样，还不知道。你还行动吗？要不，你和冯政委一块儿去吧。你骑匹快马，应该很快就能追上他们的。冯政委本来就会治伤，又带了医生去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去战场多杀几个鬼子。我娘听了肯定高兴。你这次是什么行动啊？能带上我吗？你，休息吧。
这事儿恐怕不行吧？她毕竟是司令的女婿，司令没有当众杀她，就是不想让她死。可是，张大老板，这可是要紧的犯人，我确实是理解，理解。哎，你说，万一是着了一场大火，把你那几间破牢房和景三儿都烧没了呢？けさせた。僕は失敗した死ぬべきだ。僕は失敗した死なせて。自分を犠牲させるべきじゃない。僕を助けるべきじゃない。ないです。違います。違います。帰れ。すぐ帰れ。赵员工の情報を苦労のために変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すぐ帰ります。意識ははっきりしていないうちに、おしどり枕を見たようだ。おしどり枕が赵元庚のところにある。君、必ず手には行って。にはいらなかったら井上の妻じゃない。僕はもう失敗した。君は成功して。井上君、心配しないで。約束します。来。
集合队伍，往北山给我冲！是，集合队伍往北山冲！八哥，どうやって後ろに出てきた？彼らは準備してきた。我々の損失は重大だ。準備がある。桜は必ず暴いた。桜は僕の弟だ。司令、桜はあなたのお父さんですか？バカ。今は悲しい時じゃない。はい。部隊をすべて殲滅して。はい。就别为我浪费药了，让我死。林华生，哎，别说这话。是啊，林华生啊，这可不是你的性子。我一个快死了的人，还有什么性子？你培养出了一个好儿子。儿子，我的儿子在哪儿啊？我说的是牛蛋，凉牛蛋。啊。牛蛋，对，牛蛋也是我的儿子。你应该为你的儿子骄傲，老虎山都应该为曾经养育了这么一个孩子而骄傲。不，不是孩子，是一条汉子。他在哪儿？